琴香。你是想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自己来？我没有这个想法啊。李总，您的私人电话一定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您听听。怎么办，李总？我们的股权……对不起，李总，您来我们这儿就想睡个安稳的好觉，我绝对不能让工作影响到您的休息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让他的女主们进入他的公司。来，李总，您先坐。您放心啊，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帮您保管啊。内瓦兰德皇家酒店，无论你是谁，想要预约这家酒店的总统套房，就要在内瓦兰德皇家官网摇号。除了一个男人，龙青。他走过的地方，好像带着霸道的风，他自带亲情的声光，浑身散发着奢靡的魅力，无人不为他倾倒痴狂。这就是宇宙无敌终极霸总的样子。经理324号，324号。经理324号，嗯，好像还没死啊。这是。经理324号，由于你在3秒内没有出现在龙总身边，已经被龙总开除。感谢你为内瓦兰德皇家酒店的付出，请你去跟人事做完交接之后离开。内瓦兰德什么皇家？不是他的办公室吗？内瓦兰德皇家酒店，我这不是吹到西西的脑海里面了？一个霸总都会光临的酒店，在这里，请开启您消灭霸总的冒险之旅。
怎么上来的？这里可是龙总办公室。哦，我找一下龙总。老板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是很好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经理324号，你凭什么值得龙总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凭我对工作的热爱，对整个公司……等一下，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霸道总裁，不能用这种对付凡人领导的招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霸总，对待霸总还是要用那招。首先，我不叫经理324号，我叫于贤贤。其次，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留在这个霸总酒店也不错呀。这是要好绅士呀。脸庞一秒的权利。哎呀！那个324号，龙总决定特别给你一次机会，招待好厉总，就能继续留在酒店做324号。恭喜您完成序章任务，即将解锁第一关冒险上位篇。上位。本官为小说《醉闯心扉》傲娇总裁走错门，本官任务阻止两位女性追求者接近男主厉夜爵，让厉总顺利退房。你等等，嘘，小丽，特别提醒一下，厉总喜欢安静，我已经把他住的楼层的人员都清空了，就我一个。对，一切就靠你了，记住，不要发出声音哦。我谢谢你。你找到了我的眼睛，啊，女人，我没名字吗？果然网络小说都是一个套路。带路，请。你走路的声音太吵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好了好了。
我要休息了，出去吧。等等，你是酒店门口那个故意摔倒的女人？好了，我赐予你说话的权利。准确说，是被您故意推倒的那个。果然，我警告你，休想爬上我的床。虽然不普通，但是很自信嘛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们酒店的床垫采用的是高科技纳米技术，能跑能跳能蹦迪。如果你想爬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如果我想，欲拒还迎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你这样的霸总，我见的也不少。有趣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让我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顺便再把那些烦人的、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蠢女人都赶走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接近我的机会。隔着空气都能逼动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您能顺利的退房就是我的荣幸。出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连一根针掉了的声音都不要发出，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夜我一定要把那个贱人心里莫非你本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叶爵，等我。今晚得到叶爵的人一定是我。我知道剧情，两女真一男，上位的老套着。这下李叶爵能一觉睡到天亮，我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。哼，简单，猜 CP 啊！你是谁啊？果然是迷情香，说是不是顾真派你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，这么夸张？走吧，别让叶爵等太久。顾真的声音？怎么可能？雷小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跟厉先生汇报一下，马上就过来找你啊！你等等我，马上回来啊！八二年的拉菲，是我送给洛菲的。难道他想用我送他的酒爬上我未婚夫的床？那个顾小姐，误会误会啊！那个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的信，叶爵，我这就去找你。这更夸张了。啊！
果然是你这个三儿，搞清楚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，OK？ 我可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我是他的天降奇人。女人，闭嘴！哎，叶爵，你在哪儿？总，哎，对，我正在这儿跟他们说着呢。哎，叶爵，你听我说，叶爵，你在哪儿呢？听得见吗？叶爵，停！慈静是吧？既然这么喜欢慈静，就让你们静彻底。我说，两位大小姐，厉总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比拼，天亮之前，谁要是赢了，就能与厉总共度春宵。哎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今天比拼的内容是进入厉氏集团。啊？如果要嫁给厉总，必须要拥有异于常人的商业头脑，才能帮我们的厉总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，扩大他们的公司。确实，有道理。所以，谁股份越多，谁赢。喂，帮我查查现在还有谁持有厉氏集团的股份。喂，给我一个名单，立刻马上告诉公司全上下，我要收购厉氏集团的股份。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？马上去做。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Jeff， 全部买入厉氏的股票。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喂，集团对吧？喂 ，Jeff， 项目，我们进去合作。手上还有多少厉氏集团？等你好消息。频道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好，等你好。OK。现在买入厉氏的股票。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厉氏集团的？喂 ，Jeff， 对吧？我这有多少项目？我们是去合作。女人，好，立刻出现在我面前。频道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，我等你两个。厉总，您找我呀？女人，怎么回事？很吵。啊，对不起，厉总，刚才有两位非常爱慕您的女士，差点打起来了。不过，我已经将他们给请走了，可以继续休息。迷情香。你是想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自己来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想法啊。李总，您的私人电话一定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您听听。怎么办，李总？我们的股权……对不起，李总，您来我们这儿就想睡个安稳的好觉，我绝对不能让工作影响到您的休息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，我在让他的女主们进入他的公司。来，厉总，您先坐。您放心啊，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帮您保管啊。唯一一家八星级酒店，内瓦兰德皇家酒店。无论你是谁，想要预约。
约这家酒店的总统套房，就要在那晚拦得皇家官网摇号。除了一个男人，龙青。他走过的地方，好像带着霸道的风，他自带金钱的声光，浑身散发着奢靡的魅力，无人不为他倾倒的时空。这就是宇宙无敌终极霸总的样子。324号，324号，经理，324号。嗯，好像还没死啊。这是。经理，324号，由于你在3秒内没有出现在龙总身边，已经被龙总开除。感谢你为内瓦兰德皇家酒店的付出，请你去跟人事做完交接之后离别。瓦兰德什么？皇家？嗯，我不是为了办公室吗？嗯，内瓦兰德皇家酒店，我这是吹的西西的爱里面了。欢迎来到内瓦兰德皇家酒店，一个霸总都会光临的酒店。在这里，请开启您消灭霸总的冒险之旅。大胆！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这里可是龙总办公室。哦，我找他，龙总。老板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是很好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经理324号，你凭什么值得龙总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凭我对工作的热爱。整个公司，等一下，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霸道总裁，不能用这种对付凡人领导的招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霸总，对待霸总还是要用那招。首先，我不叫经理324号，我叫于贤贤。其次，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机会嘛。留在这个霸总酒店也不错呀。这是要好绅士呀。脸庞一秒的权利。哎呀！那个324号，龙总决定特别给你一次机会，招待好厉总，就能继续留在酒店做324号。恭喜您完成序章任务，即将解锁第一关冒险上位篇。上位。本官为小说《醉闯心扉》傲娇总裁走错门，本官任务阻止两位女性追求者接近男主厉夜爵，让厉总顺利退房。你等。嘘，香菱，特别提醒你一下，厉总喜欢安静，我已经把他住的楼层的人员都清空了。就我一个。对，一切就靠你了，记住，不要发出声音哦。我谢谢你。你找到了我的眼睛，啊，女人，我没名字吗？果然网络小说都是一个套路。带路，请。女人，你走路的声音太吵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休息了，出去吧。等等，你是酒店门口那个故意摔倒的女人？好了，我赐予你说话的权利。准确说，是被您故意推倒的那个。我警告你，休想爬上我的床。虽然不普通，但是很自信嘛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们酒店的床垫采用的是高科技纳米技术，能跑能跳能蹦迪。如果你想爬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如果我想，欲拒还迎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你
这样的霸总亲的也不少。有趣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让我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顺便再把那些烦人的、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城里人都赶走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接近我的机会。隔着空气都能批动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能顺利的退房就是我的荣幸。出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连一根针掉了的声音都不要发出，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夜我一定要把那个贱人心里。洛非那个笨女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叶爵，等我。今晚得到烈爵的人一定是我。我知道剧情，两女真一男，上位的老套了。这下李叶爵能一觉睡到天亮，我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。哼，简单任务，猜 CP 啊！你是谁啊？果然是迷情香，说是不是顾真派你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，这么夸张？走吧，别让叶爵等太久。顾真的声音？怎么可能？雷小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跟厉先生汇报一下，马上就过来找你啊！你等等我，马上回来啊！八二年的拉菲，是我送给洛菲的，难道他想用我送他的酒爬上我未婚夫的床？那个顾小姐，误会误会啊！那个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的信，嗯。叶爵，我这就去找你。这更夸张了。好啊，果然是你这个三儿，搞清楚。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，OK。我可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我是他的天降奇人。女人，闭嘴。哎，叶爵，你在哪儿？哎，厉总。正在这儿跟他们说着呢。哎，叶爵，你听我说，叶爵，你在哪儿呢？听得见吗？叶爵，叶爵，停！雌竞是吧？既然这么喜欢雌竞，就让你们竞彻底。我说，
两位大小姐，厉总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比拼，天亮之前，谁要是赢了，就能与厉总共度春宵。哎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今天比拼的内容是进入厉氏集团。啊？如果要嫁给厉总，必须要拥有异于常人的商业头脑，才能帮我们的厉总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，扩大他们的公司。确实，有道理。所以，谁股份越多，谁赢。喂，帮我查查现在还有谁持有厉氏集团的股份。喂，给我一个名单，立刻马上告诉公司全上下，我要收购厉氏集团的股份。我们兴趣合作一把。好。等你好，现在多少资金？这样，全部买入厉氏的股票。我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喂，集团对吧？喂，这样有项目，我们进去合作。手上还有多少厉氏集团？等你好消息。你那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好，给你俩。OK。女人，好，立刻出现在我面前。你那现在还有多少厉氏股票？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，我给你两个。等厉总，您找我呀？女人，怎么回事？很吵。啊，对不起，李总，刚才有两位非常爱慕您的女士，差点打起来了。不过，我已经将他们给请走了，可以继续休息。怡情香，九儿，你是想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自己来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想法啊。私人电话，一定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你听听。怎么办，李总？我们的股权……对不起，李总，您来我们这儿就想睡个安稳的好觉，我绝对不能让工作影响到您的休息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，我再让他的女主们进入他的公司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李总，您先坐。来来，您放心啊，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帮您保管啊。在地中海神秘小岛上，坐落着全球唯一一家星级酒店，内瓦兰德皇家酒店。无论你是谁，想要预约这家酒店的总统套房，就要在内瓦兰德皇家官网摇号。除了一个男人，龙青。他走过的地方，好像带着霸道的风，他自带金钱的声光，浑身散发着奢靡的魅力，无人不为他倾倒赤骨。这就是宇宙无敌终极霸总的样子。经理324号，324号。经理324号。
好像还没死啊。这是。经理324号，由于你在3秒内没有出现在龙总身边，已经被龙总开除。感谢你为内瓦兰德皇家酒店的付出，请你去跟人事做完交接之后离开。瓦兰德什么皇家？我不是为了办公室吗？内瓦兰德皇家酒店，我这不是吹到西西的文案里面了？大胆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这里可是龙总办公室。哦，我找他，龙总。老板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是很好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经理324号，你凭什么值得龙总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凭我对工作的热爱，对整个公司，等一下，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霸道总裁，不能用这种对付凡人领导的招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霸总，对待霸总还是要用那招。首先，我不叫经理324号，我叫于贤贤。其次，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留在这个霸总酒店也不错呀。这是要何绅士呀？
的是吗？这么没素质！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欣赏李彦雄英俊脸庞一秒的权利。哎呀！那个324号，龙总决定特别给你一次机会，招待好厉总，就能继续留在酒店做324号。恭喜您完成序章任务，即将解锁第一关冒险上位篇。上位。本官为小说《醉闯心扉》傲娇总裁走错门，本官任务阻止两位女性追求者接近男主厉夜爵，让厉总顺利退房。你等。嘘，小林，特别提醒一下，厉总喜欢安静，我已经把他住的楼层的人员都清空了。就我一个？对，一切就靠你了，记住，不要发出声音哦。我谢谢你。你找到了我的眼睛，啊，女人，我没名字吗？果然网络小说都是一个套路。带路，请。你走路的声音太吵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休息了，出去吧。等等，你是酒店门口那个故意摔倒的女人？好了，我赐予你说话的权利。准确说，是被您故意推倒的那个。我警告你，休想爬上我的床。虽然不普通，但是很自信嘛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们酒店的床垫采用的是高科技纳米技术，能跑能跳能蹦迪。如果你想爬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如果我想，欲拒还迎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你这样的霸总，我见的也不少。有趣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让我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顺便再把那些烦人的、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城里人都赶走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接近我的机会。隔着空气都能批斗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您能顺利的退房就是我的荣幸。出去吧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连一根针掉了的声音都不要发出，
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夜我一定要把那个贱人心里。莫非那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？叶爵，等我。今晚得到烈爵的人，一定是我。我知道剧情，两女真一男，上位的老套了。这下李叶爵能一觉睡到天亮，我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。哼，简单任务，猜 CP 啊！你是谁啊？哎，果然是迷情香，说是不是顾晨派你来的？其实吧，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，这么夸张？走吧，别让叶爵等太久。顾真的声音？怎么可能？来，花姐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跟厉先生汇报一下，马上就过来找你啊！你等等我，马上回来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82年的拉菲，是我送给洛菲的，难道他想用我送他的酒，爬上我未婚夫的床？那个顾小姐，误会误会啊！那个我是厉先生的秘书，我是过来传信的。叶爵的信，嗯。叶爵，我这就去找你。这更夸张了。好啊，果然是你这个三儿，搞清楚。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，OK？ 我可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我是他的天降奇缘。女人，闭嘴！哎，叶爵，你在哪儿？啊？哎，厉总。正在这儿跟他们说着呢。哎哎，叶爵，你听我说，叶爵，你在哪儿呢？听得见吗？叶爵，停！慈禧是吧？既然这么喜欢慈禧，就让你们进彻底。我说，两位大小姐，厉总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比拼，天亮之前，谁要是赢了，就能与厉总共度春宵。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今天比拼的内容是进入厉氏集团。啊！如果要嫁给厉总，必须要拥有利于常人的商业头脑，才能帮我们的厉总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，扩大他们的公司。确实，有道理。所以，谁股份越多，谁赢。喂。帮我查查现在还有谁持有厉氏集团的股份。喂，给我一个名单，立刻马上告诉公司全上下，我要收购厉氏集团的股份。我们兴趣合作一把，马上去做。好，我等你。
等你好消息。你在公司？这样，全部买无利率的股票。你现在的手上还有多少利率？喂，集团对吧？喂，这样的项目，我们进去合作。现在手上还有多少利率？集团等你好消息。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利率股票？好，给你俩。OK。喂，这样对吧？我这有多少项目？女人，好，立刻出现在我面前。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历史股票？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，我给你两个。立总，您找我呀？女人，怎么回事？很吵啊！对不起，李总，刚才有两位非常爱慕您的女士，差点打起来了。不过我已经将他们给请走了，可以继续休息。迷情香，九儿，你是想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自己来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想法啊。私人电话，一定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您听听。怎么办，李总？我们的股权……对不起，李总，您来我们这儿就想睡个安稳的好觉，我绝对不能让工作影响到您的休息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，我在让他的女主们进入他的公司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李总，您先坐。您放心啊，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帮您保管啊。是我的职业，我昏暗人生中的坚定。